阴历则天龙虎年而则三国日正三则七身上一时则不提不退五则一时风足六则七一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五盗贼恶九则人间清净十则神鬼诸事十一则逆转难生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断真相好十四则多神天生十五则火为帝王十六则素知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劝书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也道用出二十一则去除尽痛二十二则也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速不受身二十五则诸神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饶此迷信二十八则毕竟成佛不是虚空藏如下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命立地藏心或问地藏本愿是很赞叹站立的其中利益一则粗糙身体二则人也消灭三则诸佛护灵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其他菩萨天龙八部文释迦牟尼佛曾仰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堂威曾有四十斗笠天月无量香化天衣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具佛真力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觉下离波离波地久和久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地波离波地久和久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地波离波地久和久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南摩诃那达摩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吽哈哈苏达罗吽婆摩诃萨婆诃南摩诃那达那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吽哈哈苏达罗吽婆摩诃萨婆南摩诃那达那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吽哈哈苏达罗吽婆摩诃藏本是
三世为孟子恩，民主造成天长路，今夕正开地门，雷劫清梦皆应，九年开花万里子秋华山有名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母山。弘扬佛陀智慧广，护持生命大道场，滋润心灵生命力，成就菩提清净心。各位菩萨，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什么叫一心念佛？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不当跳去别台，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佛的心、慈悲心，保护所有的生命，智慧的心，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
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迦叶问大宝机正法经。好，请放掌。学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是依法，所以各位一定要读诵大乘。